大哥，我长这么大，没人跟我说这些话，也没人跟我掏心掏肺。我继父跟我说呀，说我这辈子就是干苦力的命，社会上那些大哥也只是把我当麻子，有事儿替他们跑腿打架的，等出了事儿还得替他们顶罪进耗子。大哥，行了行了，别娘们唧唧的，大老爷们还哭个没完。哎，我刚出狱那会儿，有个老哥送了我一句话，今儿我把它送给你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外边有多苦，都不可以再回去。大姐，身为女人，你是幸福的，你又爱你的丈夫，可爱的孩子，当然你今天的幸福肯定是用苦换来的，但是没有父亲，哪来的我们呢？无论你是爱他也好，恨他也好，都无法改变我们是父亲的女儿。我们的生命是他给予我们的。大姐，你就原谅你父亲吧，去看看他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他都会很高兴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，都对，但是我做不到。这样好吗？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如果你想找人谈谈心，就打给我好了。妈，不年不节的送什么花啊？送花还要讲究为什么？哎呀，行吧行吧，别举着了，怪丢人的。饿了吧？来，这顿饭我来请，你来点。在这儿吃啊，贵死了吧？你点吧。算了吧，还是你点吧。怎么了？这价格都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。你不用考虑价格，真的真的，你点吧，你点吧，啊。还是你点吧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需要现在点菜吗？刚才这位小姐所看过的这四页，我都要。哎，你们俩怎么着？先玩哪个？先玩过山车呗。先玩过山车，让你们俩玩吧。你们元贞姐可不敢玩这个。你敢不敢呀？那有什么不敢？来，快去啊！怎么，王浩？没事，姐，就是看着这票，想起好多以前的事儿。您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投钱，就是因为想坐这过山车。后来越投越多，最后进了监狱。行了，今天这买票钱啊，从你工资里扣了啊，这是你自己花的钱，是你劳动血汗所得的。谢谢哥。去吧去吧，去玩去吧。走，今天让你玩个够。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好爸爸了。谢谢袁老师表扬。那袁老师为了表扬你，请你吃冰激凌。我请我请，我去买，你等会儿啊。
哎，看我跳来跳去，你就打不着我，我掉你后面了。哎呦，你挺猛呀！哎，当，我踢死你，踢死你！啊，冲啊！来来，过来，我踢死你！你看你过来，我踢踢踢踢，踢死你了！哎，当你！哎，打太臭了，你知道吗？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我肯定赢你。来来，再来一局。得得得得，别玩了，再练几能再挑战我，听到没有？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不玩是对的，现在是学习时间了。来，元真姑姑，我怎么觉得小姑的灵魂好像附在你身上了？好了，把电脑关上吧。王浩，嗯，我跟你叔看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天佑要看书，你陪他好好读，一会儿考你啊。Yes sir。哎，错了错了，应该是 Yes madam。Yes madam。OK。哎哎，天佑，来，你想没想过再给你爸再找个老婆？你的意思是给我找一后妈？对呀。呵，哪有自己给自己找后妈的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你自己给你自己挑的后妈才能对你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也对。不过你是指元真姑吧？对呀。哎呦，我爸要是能跟元真姑好下，那就好了。这你就得给我听你分析啊，你爸帅哥对不对？元真姐大美女是不是？他俩在一起是什么？他俩在一起那就是杨过小龙女啊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你还不懂装懂。像元真姑这种白富美吧，要找高帅富。像我爸爸前两条还挺符合，就是最后一条还是最重要的一条不符合。哎，你知道元真姑姑以前那个老公多有钱吗？哎呀，人家开的是大奔驰、大别墅，而我爸呢，骑着一小破自行车。哎，就连这个家也是元真姑姑朋友的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你元真姑姑那是从大宝马里哭着跑出来的。我也没见她在我爸自行车上笑过呀。所以说嘛，咱俩得想个办法。让你元真姑姑呀坐在你爸的后座上，还得笑。哎，什么方法？想啊！你还装一休是吗？快点，快想，快想！想到了吗？哎，想出来了。想出什么来了？就是呀。嗯。元真姑姑绝对看不上我爸。Over， 学习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学习。冷静，嗯，我们要不要找找金兰姐啊？我觉得咱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，老这么硬碰硬也没用啊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，那种被抛弃的感受。对不起啊，元真，我又让你想起那些伤心的事儿。没有，都过去了。你妹妹的，她也该回来了吧？都去了好几天了。喂，高兴的乐不思蜀了吧？哼，吴大伟表现怎么样？我知道是你们设计好的，不过有他在确实挺开心的。只是开心而已吗？应该是很浪漫吧？怎么样，谢谢我呢？行，我现在就封你好不好？封你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，行吗？哎，快讲讲你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给你们都带礼物了，回去送给你们啊。那先这样，拜拜。挂了。嗯。要回来啊？嗯。漂亮吗？哎，这些都是你弄的？你喜不喜欢？
那这些没……你别跟我说了，那担心钱的事。这是您订的早餐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没有订。请慢用。哎，冷山小姐，我给你准备了丰富的早餐啊，有牛皮糖、猪皮糖，嗯，还有我这个年年糕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进来，我还没刷牙洗脸呢。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洗脸，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化妆。真的，我是想说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哪怕变老了、变丑了，哪怕你头发都花白了、牙齿都掉光了，我也还是喜欢你，爱你。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，我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好吗？闭上眼睛。傻呀！我这是什么呀？这就算把我套牢了？啊，对呀，素莹是我第一次送的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所以我就又送了一个。你干嘛？上哪儿去啊？想跑还怎么着？往哪儿跑啊？不都把你领回家了吗？是。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引狼入室的感觉？我就是你的灰太狼呗。以后我要天天对你说，老婆，你要饿了，我给你打羊去。别生气，别笑，对皮肤不太好，真的。讨厌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是我们给大伙买的礼物。大哥，哎呦。这是我给你买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你看喜欢吗？哎呦，这太高级了吧！我穿着这个去送餐，人以为我这盒饭得多少钱一盒？那不正好涨价吗？是吧？对。哦，对了，元振，这是我给你挑的，在那商场里啊，人说这个素盘特好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谢谢。
哇！哎呦，真漂亮！好漂亮啊！我帮你戴上。啊！哎，我的呢？你们给我买上了。你的在这儿啊，少不了你的。怎么会把你忘了呢？看。哎，凭什么呀？他们的都那么好，去给我一个水果啊？欣欣，不要！看你那样，真是，真不要是不是？不要！我送给你爸爸了啊！给他吃。我给你办了啊，来。就一破水果，你赶紧去吃呗，让给你的。你真的不要？不要！哎呦，这么好的东西就归我了。给你啊！真漂亮哎！给你吧！你不要啊？不要！我倒数三声啊，一。二，两升半。我要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怎么？刚才是谁说来着？我不要，给我爸得了。反悔，我跟你说。罚？对。我都还没有罚你们呢，给我老实说啊，怎么走的时候呢，是小顾一个人，回来就成俩了呢？老实交代啊！会瞪！我告诉你吧，因为我已经成为小姑的男朋友。哎，对了，王后呢？王后的礼物呢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哦，没事，反正这也不合适我，把这给王后正好。那哪行？就大伟给你挑的礼物。啊，不。这次确实是我犯的这个错误，礼物买的不太合适，大哥，下回我一定给你再补上啊！哎呀，别客气。哎，大伟哥，哎、姐，王浩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、啊？哎，你大伟哥给你买的礼物，哎呦，打开看看。哎，这太花了，我穿不了这个。不懂事了啊，送你礼物还挑三拣四的。哎，赶快谢谢大伟哥。那谢谢大伟哥。不客气。好，下面一个节目，吃饭喽！吃完了，来，干杯！我这里单独听你的，啊，祝贺你追爱成功。哎，我可听说这回大伟在海南可没少吃苦头，那是费尽心思、绞尽脑汁啊，最终还是。把我们这个著名的黄金圣女冷山同志给拿下了，祝贺你啊！怎么说话呢，哥？我不爱听了啊！什么还黄金圣女，还著名的？到，多难听！还拿下，会不会说话呀？不是，大哥的意思是说呢，圣女这个头衔从今天开始一去不复返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大伟多会说话，你以后得学着点啊！就会说话。甜甜。我祝你们早日进入婚姻殿堂。来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元真。啊，还有我呢。哎，我说大伟叔叔啊，你怎么着也该敬我一杯吧？是。你这小孩套什么呀？姑父。哥。别光想着敬我们呀，什么时候也让我们敬你同样一杯酒啊？啊，就是我这，我一直觉着吧，元真跟你哥挺般配的。大伟，你没喝多吧？胡说八道，乱点鸳鸯谱，别理他，元真。说错话，胡说八道呢。对，说错话，罚一杯酒。哎呦，我罚酒。喝吧，你应该喝。那个，来，吃菜。真，放下，让他来。不好吧？就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别以为鲜花和烛光晚餐就能彻底把我追到手啊！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，小吴同学。从天堂到地狱，其实只能不这样。
是啊，我的男朋友要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好了，厨房交给你了。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拿好了。辛苦啦。好，来。海南花了不少心思吧？是啊，快能拍电视剧了。那说明他对你绝对是真心的。听说他把明年年假都透支了。我现在吧，是感觉他真心对我好。可谁知道以后呢？以观后效吧。人都是将心比心的，他对你好，当然也希望你对他好啊。大为是个好男人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元真，嗯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真的不考虑我哥吗？不是不考虑你哥，我是不考虑任何一个人。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去爱任何一个人，都是不公平的，都是不负责任的，只是把别人的爱拿来抚平我伤口的工具。这种迅速出来的爱情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伤害，尤其对对方，他多无辜啊。说的对，你考虑的真周到。你看，这盘子咋放了？你不能不管我呀。快去吧。嗯，来啦。上班去，姐。怎么着？勘察现场来了？怎么了，姐？比我一车，你不知道怎么了？燕儿，说吧，这用玻璃碴子扎的，还是用铁丝捅的？啊？姐，您误会了，真不是我扎的。不是你是谁呀？昨晚半夜起来扎的吧？蹲地下扎的吧？也不怕闪了你的腰？站着。干嘛去你？我找工作去。你找工作？我的工作快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今天一天不上班，我耽误多少事儿吗？我跟了好几个月大客户要丢，你知道吗？那几个大客户我跟了几个月了，我没钱赚，你们吃什么呀？谢谢您，我王浩有胳膊有腿，用不着你养着，我还想走呢。哼，拜拜，不送了。来呀，大哥，我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。等我混好了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你少跟我废话，进。大哥，进去。把车退你吧。又回来啦。小山，他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，你怎么能那么说他呢？你让他去哪儿啊？他要再到社会上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他不又得进去啊？我管得着吗？我管他一辈子，他姓冷吗？归我管吗？我把他带回家，我就得对他负责任。他不能再进去了，要不然他以后不会相信有人真心对他好的。他再仇恨任何人，仇恨社会，那这孩子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这辈子也快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还养这么一白眼狼，你看，这车胎肯定是他扎的。我肯定这不是他干的。你凭什么肯定不是他干的呀？那你就凭什么认定这一定就是他扎的呀？就因为你没给他买礼物，
人家王浩不是那小心眼的孩子。行行，别生气了啊。那什么，你不是还得开早会吗？赶快打个车去吧，经理急的要迟到可得罚100呢。干嘛打车去啊？花自个儿钱，不让袁征送我。多么快乐的日子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多么快乐的日子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多么快乐的日子。哎呦，王浩，找死啊！你敢偷胎啊？走路不长眼睛啊！不是师傅，刚才您这弯拐的是太急了，当然也怪我们赶着送餐速度有点快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就算了，这事儿其实咱们大家都有责任。您看您这不是也没事吗？要是没事咱就各走各的吧。什么叫各走各的呀？啊，刚才那一下你这吓死我多少脑细胞吗？啊，连对不起都不说还挺横。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们这自行车再横也横不过您这小车啊。再说我不是跟您道歉了吗？这孙子没长嘴吗？你他妈说谁孙子呢？王浩，你干嘛？你个臭送外卖的，敢打老子？老子今儿打的就是你，怎么着？说，有种你给我等着啊，别动。谁动谁他妈孙子。哎，哥们儿，干嘛？抢手机啊？打人抢劫，我告诉你，判你们10年8年的，信不信？哥们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他小不懂事儿，王浩还不给大哥道歉？他撞咱们，我没错。大哥，你别跟他小孩一般见识。这样，我马上带您去医院。用不着。哥们儿不缺那俩钱儿，啊！我还告诉你啊，今天要不让我舒服了，我跟他没完。大哥，既然您不在乎这钱，这样，我让他给您道个诚恳的歉。好啊，怪谢，这才叫诚恳。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您这就有点过了。俗话说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上跪天下跪地。我是不会让我兄弟下跪的，只要不下跪，怎么样都行。怎么样都行是吧？这是你说的是吧？刚才孙子打了我一拳，我打的是拳。可以，不过要怪得怪我这大哥没管教好他。要打你就打我吧。大哥，啊！这次就算了，啊！下次别让我遇上。哥，您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以我冷大哥的身手，那死胖子绝对不是个儿。
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好多事儿忍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说今天那小子真要报警了，你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？你别忘了，咱俩都是有案底的人，再进去一次，什么后果你知道？大哥，您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那你记下的车牌号吗？记什么车牌号？您还惦记跟人报仇去是怎么的？你万一落点什么后遗症呢？哎呀，没事。哟，云真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爸呀，他是一代宗师叶问了。一代宗师，一代宗雄还差不多，肋骨都快被人打断了。要不要紧啊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事没事，抹点药就行了，没那么严重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使劲揉揉。行了，没事。什么叶问？浩哥，嗯，我爸他真的手都没有还一下，就站在那儿被那个讨厌鬼打了十拳啊！哎，要不然怎么着呢？这要搁以前呀，我非给你孙子手剁了。哎，我爸呀，真是条汉子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你那个呀是匹夫之勇，我爸呢才叫忍者无敌。跟你讲，真正的江湖大哥呀，都像我爸这样的以德服人。小屁孩，写什么呢？这是写我爸呀。我爸现在已经成网络红人了，是吗？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我在网上那篇《我的江湖老爸》，现在跟帖已经超过10万了，我爸现在都有自己的粉丝了呢。是吗？哎，你没写上你爸的真实名字吧？放心吧，我可没那么菜鸟。糟了，怎么了？你写了自己的名字了？不是我。我写到万神斜街了，傻呀你！我就是一送外卖的，哪会什么功夫啊？你就别谦虚了，真正的高手啊，都是您这样的，大隐于世，深藏不露、啊。是是，哎，就跟那功夫熊猫一样，我咚咚咚打，这一出手打遍全天下。你要别谦虚了，文章是您儿子写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天佑，别忘了瞎写什么了。我哪瞎写了？写的挺好的，我也看了，挺好玩的。您还别说。这孩子啊，还挺有那个小鬼才的。您就是功夫神厨吧？你千万别这么叫，小孩在网上瞎写的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那个《晚报》的记者小林同志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一直想采访你，听说你现在这个成了这个网络红人，他们决定啊，给你做一个专版。我有什么可采访的呀？你这个太应该采访了，哎，是不是这个各位网友啊？就是过来，没错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多功夫神厨的真实生活，请看本周晚报的周末版。哎，这个如果你们呀、真是他的粉丝的话啊，你们就到这个安心美食这个订餐啊，这个功夫秘籍啊，在那个美味套餐里头。那先这么着。我们去采访啊！好，行，那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得一千订一，这不是骗人家的吗？我怎么是骗人呢？我这是给你做广告，这个宣传宣传是吧？哎，小林，那咱们去采访，来，好，那你里边请吧。采访啊！你这鸡腿在哪儿买的？挺好，自己做的。别等了，我看这都快7点了。哎，别呀。今儿是周末，而人大威说好了要回来吃饭呢。没事儿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开饭呀？我都要饿死了。你大人能等，孩子不能等啊！再把胃给饿坏了。天佑，你先吃。哎呀，嘿，你让他吃吧。吃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大伟，打晚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拿去吧，都是为了这个。
这是什么呀？你看看。哎，都是外卖广告纸哎。对，我基本上花了一周的时间，把我们小区附近的外卖广告菜单全都给搜集齐了。我看，而且还做了部分研究。你们看，上面有画红勾的，都是卖的最好的菜品。马大凡，你真不嫌麻烦啊？嗨，要不我怎么叫马大凡呢？我得对得起你赐给我的名字呗。嗯，值得奖励。那怎么奖励啊？干嘛？不允许我吗？当然了，吃饭。大伟，谢谢啊，真没想到你能替我做那么多工作。嗨，大哥，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？真是。哎，不过我还是真的做了一些研究啊，我觉得我们还真是应该添加一些广受欢迎的菜品。而且以您在网上的这个知名度啊，我觉得应该再添一个，功夫神厨系列套餐，我觉得比较合适。我赞成，肯定会大卖，真的肯定会受欢迎的，真的。说得对，哎，咱一会儿再研究，赶快吃饭吧，要不然菜都凉了。来，奖励你，这鸡腿给你了。谢谢。谢我也要，这个归你。好嘞。这个还是让你吃，这样跑的不费劲。哎，这大卫真不错啊。看来咱们还真没看走眼。我当时还怀疑人家别有用心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谁在背后说我们家大为坏话呢？啊，坦白从宽。嘿，你当时还说他脸上写着四个字，花花公子。哎，没错，他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可是被我调教好了呀。哎，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学校。在我的调教下，吴大为同学已经洗去了浮华，除去了奢靡，还原了人之初善良的本色。没发现吗？他现在里子是里子，面子是面子，对吧？我都佩服我自己的成功啊！行了，不跟你们臭贫了，我要给大为去送水果了。表扬一下他今天的功劳。有点这方法，年级前三名我俊定了。吹吧，你就真是。来，告诉你吃点苹果。哎呦，谢谢。来，你坐。师傅坐一下。啊，这么客气啊。来，小姑坐着。他可懂事了，现在。是吗？哎，小姑，你什么时候和马大凡结婚啊？谁说我要跟他结婚了？你小孩家家什么都懂。我主要是觉得吧，吴大为和马大凡这俩名字都不好听。那叫什么好听啊？姑父啊。哎，谁批准了啊？就越级说姑父了啊？我可是正式接到上级领导的一致同意啊，正式破格升格我为冷天佑同志的姑父。上级领导，谁是上级领导啊？那当然是我们的太上皇，上帝同志了。上帝领导，你现在孩子都是上帝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已经破格同意你了。我是太上皇，你敢欺负我？小心我！赶紧吃吧，啊，别扎着自个儿了。老爸，哎，你看看。你们上报纸了，你看，功夫厨神自强不息，你看整篇都是您的报道呢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还有我呢。对呀，连你的照片都有，怎么就没我照片呢？太不公平了。那怎么着，我也是把你们挖掘出来的星探。行了，王浩，回来再看。走吧。小心点啊。进去吧。兄弟。哎，老张，今儿你们餐先暂时别送了啊。为什么要整你们？哎，有顾客举报你们安心美食涉嫌投毒，你们这里被查封了。今天的外卖都要拿去检查，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，老赵，我们安心美食的口碑和质量一直都很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有人吃了你们的套餐，发生了严重的腹泻症状，这事啊需要认真调查。老姐，你先跟我去趟局里，如果不是你的问题，会还你清白的。走吧。哎，张警官，您稍等。张警官，你可得查一下，我们套餐肯定没有问题。王浩，
你放心吧，别着急啊，这事儿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一定得查清楚了，你在家等消息啊。好。我知道，你别着急。对，你让天佑把今天订单发到我 email 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会处理的。好，那您快点啊。你好，快到外卖吗？对。哦，我要五份酸辣牛肉，还有三份排骨饭。对对对。